抓贿选，赚千万。不卖票，赢彰化。赖清德彰化县竞选总部12日举办反贿选宣誓大会暨论坛组织训练课程，邀请黄帝颖律师和全国律师信赖台湾后援会杨振玉律师，向竞选总部干部群及中央地方各级民代等种子教官讲解贿选太阳和手法，同时组成反贿选大队，杨基耀担任北彰抓鬼大队长，江天宝担任南彰抓鬼大队长，并由陈永昌主任委员授予铁锤，共同宣誓打击贿选的决心，并呼吁彰化乡亲一起反贿选、反借选、干净选举，护台湾民主。因即卖算讲借选，头拄仔我前咧，行前行吴英林立委讲了，利用中共反中共借选。什么叫借选呢？借选就包括贿选，包括认知作战，包括假讯息。所以这三项合一才叫做借选，所以一可能概率太邪了，哦，概率太邪了。啊，所以哦，啊，咱今日就是哦，拜托这个律师团，希望讲伊把咱这、咱这议员哦，啊，含这个执行长，啊，这个那个打鬼大队大队长，啊，会当讲。我们只能论坛，阿妈，我们刚刚讲，我们法律可以依据，也当怕他上面点多，阿当该如何出招，阿、如何去收集，哦，阿拜托大家，咱变作，咱今日，咱大家以后就是变作种子教官，哦，阿当该在各地方，阿、拜托各议员、乡镇长，也当去宣导，哦，阿甚讲座谈会的。大家哦，有点线面，怎啊全部的涵盖哦，啊拜托大家，今天哦，啊我大家挂下来，我真欢喜，啊希望讲哦，我们今天的成果能够很丰硕，啊嘛希望咱的台湾的民主会当哎注入一股清流，希望会当咱的双地越来越兴起，大家讲好唔好？好，请寂寞。选票，你彰化。好，开始看，反贿选，不民主。用选票，你彰化。反贿选，不民主。用选票，你彰化。彰化人彰化是新闻记者林明佑采访报道。